大家好，有的时候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就是多读一些书，多看一些道理，然后大家呢就是不知道，到底看哪些，到底看哪一些呢？哪一些是对的呢？那么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我摘录的，是我师父他说，他从他的一些语句中就是说的引用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我摘录了一部分哈，出自于这里，所以这些应该是不错的。那么第一本呢就是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，是一篇赋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讲的是人生的秋季。还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它来自于哪本书啊，但这句话也不错，叫“如可露逐于阳焰，一眼弄于空华”，讲的就是凡所有相皆虚妄。还有呢，就是《地藏经》《弥陀经》《大藏经》《释迦谱》《无量寿经》，还有一本叫《僧伽札经》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，都是非常好的书。这些就够看的了，这些已经能看蛮久的了。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，不妨就看看这些吧，加油！